还有一些烦恼，反正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许多烦恼，那么多要思考，那么多要寻找，有啊太多不坚定就犯错了。朋友说城市被你画那么美，可是现实挺倒霉，领导天天要开会，上班迟到几分钟就被扣薪水，同事就像敌人要小心翼翼防备，老师不喜欢男生长头发，妈妈不喜欢女儿长指甲，什么都别管，什么都看不管，什么都没力量对谈，却一人准知道又不安。